老板，我下午请个假，你先给亲人啊。嗯，好，去。等会儿。啊？人家干嘛去？相个亲。相亲？不是那个什么，我哥给叫的，提好几次了，我去应付一下。那这样，我跟你一起去啊。啊？不用吧，我就走个过场。走吧。嗯，好像是。你就是刘北北吧？啊，是。这里是？这是我朋友兼同事啊。啊，对。坐吧坐吧坐吧。你这是做什么工作的？看你这同事穿的挺板正的，不会是当服务员的吧？啊？不是我做助理的。助理啊？嗯。一个月能挣几个子啊？不到5000。行。了解了，像你这样式的，一般人也看不上。我呢，就想找个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、能在家相夫教子的。嗯，我平时玩什么、干什么，你都别管，行吗？要不然我也不会找你这种要身材没身材、要长相没长相的。你说是不是，大朋友？哎，你老爸不会是？呀，看出来了，这么明显吗？我老力士，是。你看，你们那个吃饭的地儿，应该不少人都带这个吧？啊，身份的象征，财力的象征。不是你这个表，干嘛？怎么掉漆了这？算了吧，老板，算了吧。什么？你看不上这种普信男啊？啊？不是，就你俩这臭服务员还看不上我呢？啊？不好意思啊，确实看不上。不是你俩。得亏我今天来了，不是刘贝贝，你哥给你介绍的什么人啊？这我不知道呀，但是我觉得长得还行。哎，贝贝、哦、啊，这你的车啊？这个是我。我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是北北的司机。司机？他不就是个助理吗？啊，对，以前是，但是由于他老板特别喜欢北北，直接把公司送给他了。不是，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，咱们重新认识一下行吗？好呀。老板，我们还有会要开，接完现在。哦，我们先走吧。不长心呐、啊！行什么行？走了。